在最近的一个留言里面，我收到了一个网友的留言，就是平哥，你这个少掉了 JS5 的 standard 和1942 banner 的对比安排。One, two, three, four. 在我们的店铺，如果你搜索 J45， 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系列呢， J45 的 standard 的渐变色，这个的官方售价呢是25,000。我们打开它的配置啊，配置相对是 J45 的 standard 的一个标准版，西里卡的云杉单板，桃花心木的单板的背侧，卷弦器呢采用的是 Grover， 同时呢这还是个电箱 L2BEX 的 VTC 拾音器。当然 J45 有很多它的红色。我们看今天我们刚才的这个1942 banner 它就比较贵了，它的官方售价呢是41,000。打开它的配置，你可以看到啊，面板呢藏的是热处理的阿迪的云杉单板，手工复古的削切的 X 音梁，阿迪加热皮胶的音梁材质，那其余的都差不多。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听一下一个25,000的 J45 standard 和一个41,000的1942 banner 的 J45。 有时候我会把这个 banner 呢会称为叫短弦长直王中王，因为 J45 在标准本质上它有两个路数，第一种呢是往豪华上面发展，比如说我们看的 J45 的 Deluxe 豪华版，比如说 J45 的上面纸板上镶满了这种藤蔓的叫 J45 Vine 藤蔓，这种都会比较贵，那它贵呢是贵在它更多的外形上的镶嵌等等。还有一种呢是往声音方面发展，最有代表性意义的就是这支 Gibson 1942 Banner， 我们来比较和听一下它的声音吧。
嗯。